女子单打比赛，中国队的韩悦首轮对阵越南选手阮翠玲，韩悦一上来就攻势凶猛，对方又接连出现失误，开局韩悦就打出了一个8-2，随后韩悦一直保持领先优势，以21-16赢下第一局。第二局韩悦继续加强进攻，以21-14再次获胜，最终以2-0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。由于下一轮对手的退赛，韩悦直接拿到了女单16强的名额。另外，日本选手大哭惨，以0-2不敌苏格兰选手，首战即被淘汰。